近日，由赵子琪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保卫战》登陆湖南卫视上午女性独播剧场。日前首曝的男装造型大片，完美演示剧中角色所特有的强大内心下的小女人性格。在戏中，赵子琪饰演女一号设计师董芳，与戏中贾一平饰演的乔乐生是一对欢喜冤家。赵子琪以精湛的演技、诙谐幽默的台词，充分展现了她生活中性格率直的一面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我们